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神话，欢迎收看第四集。昨天我们讲到十天干，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，等一下就要讲十二地支咯。十天干分别是甲乙木、丙丁火、戊己土、庚辛金、壬癸水。看清楚了吗？那我们接着要讲十二地支咯。十二地支的第一个月，每年的第一个月，因为是寅月，所以我们从寅开始，就是每年的国历的二月初开始。身有虚害，现在有看到吗？把它拿掉。十二地支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十二个月，也代表我们的十二生肖。那这边的属羊，右边的是属阴。它代表的就是，我们每年的十二个月跟十二生肖。记起来了吗，同学们？喜欢我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分享哦。下一节课我们会讲天干跟地支的代表。拜拜。